运动生涯最光荣的印记，却因开心贪吃后悔莫及。夏威夷位于哪一个大洋中？太平洋，正确。奥运金牌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？银，正确。金牌的主要成分其实是银，但是它会在表面镀一个纯金的材质。那铜牌有镀铜吗？铜，对，就是铜啊，因为它。说到这个，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环保材质嘛，对，然后就咬了一下，就它就拉长，当下就是咬的很后悔。